我主张强化治安，从源头解决诈骗犯罪的问题。台湾必须要安全，从治安到国安，人民都需要有保障。二零二二年以及二零二三年年度的代表字票选中，“骗”“与诈”分别入围前三名。根据统计，几乎台湾每一个家庭都受过诈骗讯息。 每年遭诈骗的金额更高达两千亿元，快要可以再拨两次的五倍券了。近年来，我国诈骗犯罪严重，甚至于被称为“诈骗之岛”，人心惶惶。首先，我主张引进欧盟的 GDPR，也就是欧盟的个资法。台湾的个资法落后先进国家三十年以上。 而欧盟的个资法已经有超过五十个国家采用，我们只要经过修法，就可以让民众成为自己资料的主人。我们有严重的治安外泄问题，诈骗集团能够很容易的取得我们的个资，尤其在疫情期间，我们都留下许多的实名资料，你们知道这些资料都拿去哪里了吗？修法后。 将能有效保障人民权益，不管是国家、政府还是企业，都必须更严谨的表保护各自资,资料，避免资料外泄。第二，打诈要同时上下游进行，才能有效解决台湾诈骗的问题严重。到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政府掌握不到诈骗的所得。 百分之九十的诈骗也是透过虚拟货币转走。执政党到现在对于虚拟货币的交易管制以及洗钱防治管理，距离国际的标准还差得很远。将虚拟货币纳管，不只是能增加政府的财收，也可以保护纳税人哦。做好自安保护，我们也将有要硬体纳入规范。 从个人到国家，治安都息息相关。在数位化的时代，治安已经能够在实体的世界上造我对我们造成影响。在二零二一年，美国的石油运输管线曾因为遭骇客侵入而瘫痪。你们能想象，假设台湾的高铁控制系统被骇客侵侵入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 大家是否记得去年众议员佩洛西访台的时候，我们有许多重要的政府网站都被瘫痪了好几个小时，而我们在民间的话，会及时就能恢复才对。我认为要立即推动台湾的数位转型，强化数位的坚韧性，并且建立便民数位的环境。 数位转型将发生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产业的 AI 报告也常提到，AI 对产业的冲击有四大面向，包含金融服务、生命科学、软体以及零售业。所以我在立法院就提出了三部跟各资跟资安有关的法案，包含个人资料保护法、资通安全管理法以及人工智慧基础法。 但因为民众党只有五席委员，力量薄弱而无法顺利推动，是有些可惜。第三，我要强调，政府要落实数位转型，也要让民众有感啊。除了能够提升行政效率，更能促进民主参选。以不在即投票为例，受惠人就高达两百万人。 其中包含投票当天因为工作、求学或是无法返乡的民众。台湾被称为科技岛，我们可以推动电子投票，利用科技提升投票，让百分之十保持沉默的人有机会全民参与民主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可以自称为民主的灯塔。如果民众党执政， 我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数位行政体系，类似日本的 Japan Go Digital 的计划。日本与新加坡李光耀学校合作，筛选官员以及企业，去进修数位的知识。透过公私协力，把一些社会的问题，不论是长照、农业、急难救助等一些问题，做成一些。 用科技的方式来解决实体上的问题，这样同时也可以推动政府的数位化转型。同时，我也要推动一站式的数位服务，让民众只要一个网站就可以办所有的事情，查所有的资料。政府的数位化很重要，不只是服务人民，更能够强化产业的竞争力。以数位医疗。 发展来说，二零二二年全球市场的规模六兆元新台币。台湾有强大的 ICT 以及生技医疗产业，如果两者能够强强结合，将打造台湾的产业的新引擎，也可以增加许多的就业机会。此外，智慧医疗还可以有提升更多的人民健康的福祉，节省医疗资源的消耗。未来。 你们也可以不用亲自前往医院，就能在家里接受更高品质的诊断以及照护，也能减少医疗的过程的碳排放。台湾在数位间时代的尖浪，政府必须要完善的各资管理架构。在国际上，虽然已经有许多的立法得值得参考，但是我们的政府却连抄都不会，只会在原地踏步。 台湾的经济要维持发展的动能，推动数位转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。我们只要用制度把土壤固好，好的种子自然就会发芽。讲到数位转型，我们也想到绿色金融转型。如果民众党执政，我们会考虑发展绿色金融，主动邀请朝野以及向利益团体来讨论可行方案。 广大投资绿色金融基础，来开阔绿色近邻碳排的商机，加速台湾的近邻转型，并透过绿色金融，让台湾能领先从绿色金融做绿色金融外交。许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台湾的主权信平是双 A 加，在亚洲只有仅次于新加坡。我们是有条件能发展气候金融，吸引国际投资。 促进产业都市永续转型，台湾应该让资产管理的企业，让国际的资金松绑，让证券交易民营化，引进国际的人才、专业的人才，成为亚洲的资产管理中心，成为下一代的永续发展。二零五零年的近零碳排是风险，也是一个机会。 不论是欧盟的 CBAM、美国的 CCA、国际上的 RE 一百，都是对台湾的制造业造成冲击。未来超过三成的出口产品都是会被课税，台湾需要做好碳定价，不要让台湾被剥两层皮。以欧盟的碳关税 CBAM 来说，台湾的产值冲击超过五千呃五百亿，更有超过一千九百家的相关厂商会被影响。 台湾有四成的 GDP 是来自制造业，这会影响多少人的就业人口呢？我们的竞争对手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中国早已都实施碳税、碳排放交易。台湾是大的制造国，碳排减碳如果做不好，恐怕遭被踢出国际的供应链。我们必须务实的减碳，讨论。 无论如何，都要以核能作为过渡能源的使用。我因为从业界出身，也知道碳税的重要，在立法院便不断要求环境部加速碳定价的十年途径，让产业能做中长期的规划。环境部也这个月才答应，三个月之后会呃会实施碳税条例，是近邻法制的最后一块拼图。 也希望我们的碳交易所不能让国内的产业减少欧盟 Cbam 的支出，以传统产业、以中小企业不能因为缺口年轻人才数位精灵转型而前途茫茫。民众党绝对不会旁坐着不管。谢谢大家。